要开中餐厅，哪能没个拿手菜？做个麻油沙姜鸡、豆豉鳕鱼。啊，好香啊！肉好不了，嗯，有点硬。鳕鱼好吃，豆豉很好吃。我现在把厨房让给你们。我来炒饭吧，我来炒饭。哇，好香，好吃这个饭。我把名字叫小凯炒饭。中餐厅第二季即将播出。要做中国菜，最重要的是各种调味调味料。米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OK， 我还在呢。老鸭汤，对，老鸭汤。我老鸭汤。我还有一箱拌花椒、八角、豆瓣酱。有，我也有。OK， 我还有一箱拌。这种事情交给我没有问题。真的没问题吗？你的食材在哪里啊？在他们那边啊。自己拿啊！我，这也太真实了吧！还有一箱半的食材，赶紧给我！你是求助无门的。中餐厅第二季即将播出。